于风起时沉淀，在锤炼中收获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白鹭、宋轶、谭健次、王鹤棣、赵露思登台。2023年是多么的受人瞩目，我觉得这个奖真的是拿在。 所以你们要感受到你们的每一分努力，每一个眼神，每一点进步，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。期待2024年，你们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，不负厚爱。谢谢。听我们的各位演员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。首先，我们请白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白鹭。首先感谢微博之夜给我这份荣誉。